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它在海边，那我们当初也担心，我们港市嘛，会不会比较受这个盐分的影响？当然供应区没了，那之后就找不到地嘛，炒地嘛哈、哦，那后来炒一炒就被炒工业用地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被迫就去越南嘛。